台湾逐渐面临老年化社会的问题，长情的告白从五位照顾服务员的角度出发，走进被照顾者家庭，也贴近照顾服务员自身的家庭，透过影片让更多人了解居家照顾服务员这门行业。捐款1000元获赠《长情的告白》DVD 一套，详情可扫描 QR Code 公示网站或拨02-2633-2000转角。